家好，马上到了一年一度贴三伏贴的日子了，那咱们就聊聊什么是三伏贴，它的作用是什么，今年三伏贴的日期是什么。三伏贴是一种膏药贴，属于传统中医疗法冬病夏治的原理，它源于清朝，很多国家都在广泛使用。三伏贴是用温经散寒补虚助阳的中药制成，选择一年中最热的三伏贴在特定的穴位上。中医认为夏季是阳气最盛的季节，亦是人体阳气最盛的时候，此时用三伏贴激发人体阳气，促进气血循环，将寒邪排出体外，从而阴阳平衡，增强人体免疫力。通俗一点说，就像是打疫苗。本地虚寒体质的人其实挺多，虽然我们生活在没有明显四季的新加坡，但是我们长期在空调房工作也非常忙碌，作息也不是特别的规律，于发现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有鼻敏、感染、痛经等问题。三伏贴治疗对象都是由虚寒引起的疾病，比如说过敏性鼻炎、哮喘、痛经、肩周炎、腹泻等。治疗是一年一次的，连续三年。今年的预贴呢会在七月初开始，下面是日期安排，需要的朋友可以尽快预约，谢谢大家。